聊聊天吗？你是来玩的吗？来玩的。你今天来玩几天？4天3夜。哇，是今天第几天？第三天。哦，你们现在想去吃饭？我们要11:30去浮潜。浮潜。11:30。哇，那你们晚上浮潜？哦，没关系哦。对，没关系。你们浮潜哦，是自己的行程还是 free 的？自己定好的。对。哦。那我可以问他，就是要。有了，可以吃饭了就可以再找别人了。哦，所以还 OK。可是他有带比基尼哦，先跟你们说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要问他。我觉得腰比较难，腰比较难。好啊，我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可以。你看起来很瘦哎，你稍微看够。你好瘦，就是腰瘦。对啊，你是跳舞还是跳舞了？好，那来问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那里。这里。那我们一起去，拿爱心摇走。谢谢。光头师，不要，光头师到了。可以啊。这边叫什么？听到吗？懂吗？去那边。啊，等一下。美女，加油，美女，请，我们要找单眼皮女孩。单眼皮女孩，你是刚出来要准备环岛吗？我是要先讲英文吗？你的机会到了，没关系。啊 ，English， 他们摆的 ，OK， 刚出来，对。那你们是坐船来西美吗？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这很重要。那去的地方很近吗？那我们就来问喽。这里到了，恭喜！对哦，好可爱，好 Q 哦！哦，是阿丽哦，哎，加油！有哈，有。嗨，哎。不是，他是很瘦，但是他是腰很瘦，可以，你再过来，应该是够瘦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你应该是我们要找的腰瘦女孩，我们可以比一下吗？我们对一下，比好，你们比好。我觉得可以。原来别针的这个衣服是自己做的吗？不是，是原本有时候在卖这个衣服。好辣哦！男朋友单身。各位，来注意了，又腰瘦，来问问题了。我们需要来问问题。请问你要去哪里？大师风景区。直接给他大师了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呢，我们在做一个小小的那个游戏啊。对，你们现在是要休息了，还是要休息？等一下还要出去玩吗？行程。还会有这样的景色？今天是我们好吗？来跑！来，比基尼啊！你要因为有张飞机，不好意思，你比基尼愿意跟我们一起穿比基尼跟我拍照吗？拍照，对。不用，现在脱了。对啊 ，OK。一二三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们他选了，彼得就不能改喽。好，知道了。小台湾 ，OK。我们 Let's go， 我们在那个小台湾一起拍照。走。你们怎么会讨论说要来大师？因为拍照很漂亮，就很多网美在那边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是，真的比较少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大师比较少。对啊，很多人都去现在装修。下乡是什么啊？是不是前点啊？就是你刚骑上来的那个地方啊。那前点的话是不是比基尼女孩去老师下乡？对，我们等下去那边。我跟你讲，我感动，我们终于有讨论了。哇，好开心！你们终于。终于听懂他在讲什么了。对啊。我终于有讨论。校长有出？有啦。哎，我觉得你要那个展现你的腰瘦，
摇头，而且我露出我肚皮，就可以显示更瘦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，这样好漂亮哦！超漂亮的，hello，天哪！哇塞，我觉得比基尼不少哎，很多哎，回去跟他拼了啦，回去换衣服。怎么这么远啊？我爸都没。哎，威廉，哎，我觉得这三个地方真的有点远，等下可能要我。对，哇，对啊，再回去了，对。对，等一下我们掰完小台湾，如果有人的话，就直接收店，就问他要去哪里，因为比较有机会他会去牛母坪或者是双金石户。超多游客的，他很可以来停车哦，就是在这里啊。我们就这边问。那等一下可能会需要你脱掉那个罩衫。哎，我这样问很怪，应该你们。那等一下，可是妈妈，你脱掉那个罩衫。你们应该跳出来了，这样很像设备比较急啊，太着急的，对，太着急。哦，喂，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这就是小台湾，这里有最佳景点了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下乡哪里？比基尼女孩，有比基尼女孩，有。哎，那我们访问一下好吗？我们真的一直惊吓人家，对不对？从刚才到现在，如果等一下他答对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的话，我们就送他一首歌。我们刚刚有自己自创一首歌。好，说真的，愿不愿意为了综艺玩很大，展现一下自己的好身材？比基尼，直接了咯。比基尼女孩是比基尼女孩，叫对吗？比基尼女孩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下下。我可以跟你们去下巷吗？好，好，走，去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直接走，借我旧穿呐。好，走。哎，他的安全帽也要配一个橘色，哎。对啊，好搭哦。很大。哎呀，太大了。怎么，你的鞋子都橘色了？不敢问。眼睛不可以乱飘，好想看。哎，我的头好想看。哎，所以你是潜水教练？不是，你只是爱潜水。爱自由潜水。爱自潜就对了。下巷子。下巷子。哎，明天还是钓鱼不错哦。下教练。哎，那我们请橘妹。要拍，那辣的，挡起来。辣。上半身。一二三。